谢队长，这次多亏了你们挺身而出啊，否则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分内之事，举重若轻，有大将奉督。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敌人似乎对我们第九战区的情况非常熟悉，并且对我们光影突击队的人员也非常了解。不管这伙人到底是谁，事情终归会水落石出的。对了，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口吗？现在怎么样？ 那个人处于深度昏迷，现在在华中博爱医院抢救。一定要救活他，他是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。可是刘主任，我在想，这个伤员即便是被救活了，要想撬开他的嘴，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陈庆同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。对了，安国，医院的安全工作一定要加强啊，防止敌人进行解救或是灭口啊。 宪兵队的高队长亲自带人守护医院，高楼林居丁三儿也在病房内外守护，您就放心吧。刘主任，从击毙敌人所穿的军装和他们使用的枪支来看，我们怀疑这股敌人与城内国民党军方某些成员有所勾结。能在礼堂放炸弹，还能埋伏在离军事重地如此之近的地方，如果没有内应，根本不可能。 我们现在手头这些证据非常重要，我马上去找城防的贾司令，请他协助我们调查。烂桶，党国培养了你们一群废物，啊，如此多的兵力，全城戒严。 竟然让这伙歹徒给我跑了！如此的战斗力，怎样与日军作战？又怎能完成委座交付的保卫大武汉之计划？竟然在我们这些人眼里就这么消失了！他们肯定在城内有内应。 诸位，给我听好了！回去以后，处处留意，一旦发现什么可疑之处，立即报告。是，报告。进来。司令，散会。 多派几个人给我守好了，一旦苏醒，立即撤换。 万全にはいません。奴が裏切る可能性は。王権率は今我々と利害が一致している関係だ。つまり。 奴が馬鹿な立場を選ぶはずはない。隊長、現在我々は完全に義を証しております。しかし中国にある言葉で人の心は測り難いと言います。やはり行動すべきかと。1時間待つんだ。もし王権率が出てこないというなら北氏、小島、渡辺、お前ら3人が3つの小隊を作り各自分かれ衛兵当番室、 そして王権率の寝室と門を見張れ。はい。どうして寝室を見張るのですか。王権率が武将になら、奴は公になるのを恐れている。だから、もし仮説が正しいなら、奴の寝室には外に出れる抜け道があるはずだ。
司令部通知开会，慢待周围了。你们几个先出去吧。王处长，虽然中国政府军现在已经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了，当然该应付的你还得应付。你这样做很对。是是。外边有什么新的情况吗？我正急着汇报呢，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怀疑军政部有内应。 这样的怀疑很正常啊。还有就是，礼堂里两名士兵有一名违背打死，现在已经送往医院了。这个消息可靠吗？可靠，我派出所多方打听，认定确有此事。现在伤员就住在华中部爱医院。那伤员的情况怎么样？据说是病情危重，现在是昏迷不醒，具体情况我都不太清楚了。 虽然我相信我们帝国的勇士个个忠诚勇敢，可是那个伤员一旦开口，对我们将是致命的。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每一个人随时都应该做好牺牲的准备。明白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开口。可是医院里防守严密，我们。 就是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也一定要去完成。是的，是的，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那个日本人现在还在深度昏迷当中，全力抢救，但是救得过来救不过来就不一定。保卫工作怎么样？放心，整个宪兵队都调到这儿来了。 另外，丁局、丁三儿，我们三个始终没离开过病房一步。依我看，这个日本伤员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个致命威胁。不管我们如何防范，敌人一定会实施灭口。他们一定会冒这个险，而且极有可能会出乎我们意料。这样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来假冒伤员，把真正的伤员转移到别的病房去。然后我们的防守是外松内紧，这样我们既保护了伤员。 有可能调到调大狱，这个办法可行，还是我来吧。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？陈静同志，我执行这个任务也很冒险啊。安国，敌人有可能认识，还是我来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几个呀都别争了，你们在鬼子那儿都是受命苦，只有我面孔生，而且任务是我替出来的。我去，那小心点儿。 哼，放心吧，身为前辈，一定不能丢这个人。前辈一定小心。懂事。贾司令，我们调查过了，从军装和武器的编号来看，他们是出自城防部队后勤保卫部门。 あのシャーアン号は非常に手強い相手です。我々が考えることは、奴も必ず考えるはず。奴は現在必ず病院の中を守っているはずです。もし隊長が行けば、結果は非常に危ういかと。うん。心配してありがとう。鬼塚君、君はここを守れ。警戒を怠るな。もし何か不利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、王権立の寝室の通路から脱出。 するんだ。はい。いいか。脱出前には必ずここの奴らを皆殺しにしろ。部屋は燃やし、
我々の存在の奇跡を残すんじゃないぞ。海门，哎，你们干嘛？王处长在吗？王处长不在。哎，干嘛？闪开！隊長、先手必勝であります。どうやらこいつらの目的は我らじゃない。軽率に動くな。バレてはいけない。通知しろ。隠れるんだ。好。哟，这不是警卫队李连长吗？我见过您。幸会，幸会。少给我套近乎，快去把王处长请出来，贾司令要见他。哎，不巧，我们处长昨天就去仓库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这个王处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敬业了？今天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躲在屋里抽大烟。走。哎，李连长，咋没落了呀？你再敢给我拦一下，我立刻就崩了你。安国哥，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，就等鱼上钩了。怎么了？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说。以后你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能不能注意安全，别那么冒失啊？担心我了？放心吧，我的命还得留着打鬼子呢。再说了，我还得带你回家呀。王处长，这儿呢，倒是已经有了一些线索。这些军装和武器都是破坏分子使用过的，但是从编号上看，
都是你们后勤处的，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啊？司令，我正有事情向你汇报呢。我们后勤处确实发生点事情，现在看来。立即汇报。是。司令，我看就是那几名士兵。为了保证王处长的安全，我要做以下的安排。第一，从现在起，除了传递必要的情报外，你每天要坚守在军需仓库的岗位。第二，还要牺牲你几名士兵。这个为什么？王处长，你很快就会明白的。警卫连过来搜查过，但是没有查出什么。密切注意周围动静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是。王副官，这么多年来你对我的忠心我清楚，放心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在下誓死效忠处座。进来。队长，让你受惊了。王处长，看来你的危机已经化解了。亏了队长英明，在下一定誓死效忠皇军，绝无二心。哟西，王处长，我托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都办妥当了。病人的情况怎么样？伤势已经控制住了，但是还没有苏醒的迹象。辛苦。哎，长官辛苦。提高警惕，除了刚才那位医生之外，任何人不许进入。是。站住啊！干什么呢？军需处送了一批用物资，我挑了一些急用物先送过来。这里不允许输入，从封院绕过去。知道了。看来真相快要大白了。我有种预感，敌人也正在加紧灭口行动。也许吧，不过恐怕他们要失望了。安国，虽然安全方面没有问题，但也不能过。
以为这样就能抓住我吗？哎，司拉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？那个日本伤兵被炸死了，杀手逃了。往哪儿？那边。 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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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
哪来枪啊？
你们都来了，醒了，阿果。干嘛哭丧着个脸啊？我这不好好活着呢吗？郑雄的命还等着我去取呢。老夏，是我们没有完成任务，让鬼子钻了空。那个日本伤兵被炸死了，病房里的卫兵也全死了。是我们没用。咱们不是拦了吗？这不是没拦住吗？ 从现在的情况看，日军一定有内应，他们已经提前混进了医院，把日本伤兵的具体位置和逃跑线路都已经摸清楚了。如果没有医院和政府军方的内部人员照应的话，几乎不可能了。行了，都别丧气了，吸取教训就行了。这种事情下次不要发生了。 挺香啊。 刘主任，别动。安国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没什么大碍了，好多了。刘主任，这次任务疏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，我一个人担。安国，现在不是讨论责任的时候。粉碎敌人的阴谋，消灭这伙破坏分子才是当务之急啊。刘主任，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，无论是在礼堂放炸弹，还是在医院杀人灭口。 我认为一定有内应，我觉得还是请国民党当局配合我们抓紧了解此事。贾司令那边通知我们说，根据调查，王建立没有问题，而且据他们说，王建立工作认真，忠于党国，值得表彰。敌人又开始空袭了，政治部那边。 我还有工作要安排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刘主任，这个时候你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要安排的工作就是让广大市民远离危险。安国，安心养伤，回头我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你。好，我先走了。那你小心点。妈的，小鬼子炸弹跟母鸡下蛋似的。我向你赶紧好，咱把他鸡窝给他端了。 我可以确定，是一伙日本小分队潜入武汉城中制造恐怖事件。共产党方面什么情况？光影突击队正在全力追捕，但是敌人也神出鬼没，所以完全剿灭难度很大。陈静最近情况怎么样？我和陈静在四年前一起刺杀过冯德敏，之后由于战事变化很大，所以失去了联络。这次。 他以共产党身份公开示人，至于他怎么加入共产党的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你与他恢复上下线的关系，同时传达我的命令。由你们二人共同监视夏安国他们的行动。如果一旦发现他们有什么对党国不利的情况，要当机立断，果断采取行动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有。 如果陈静不是为了行动方便，而是以经叛变，你可以择机实施制裁。是，好了，下去吧。有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汇报。
请进。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就是路过，过来看看。哎，那个傻丫头不在啊？你是说林菊吗？她上街去了。来坐吧。陈静，嗯，我们之间中断联络有4年多了。嗯。处座命令我们重新开始联络。有新任务了。处座指示，这次任务由你我二人共同监视。如果发现谢安国有什么对党国不利的情况，可以就地剿灭。那你发现了什么不利之处了吗？目前没，也许以后也不会有。来，我就以水代酒，为了我们三个再次重逢，干一杯。静姐，你是怎么从上海到武汉的？得知那批珍宝已经安全送到重庆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我发现军统其实不适合我，还是上前线，真刀真枪干鬼子痛快。本来是想跟着陈教官的。正好赶上鬼子向华中集结，就留在了武汉。现在编入第9战区。林杰，这场误会主要是由我引起的。之前我也一直在问自己，如果能够早点告诉你们的话，或许能够更好的。是，你不必自责。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纪律，任何的私人情感都不应该凌驾于这个原则之上。什么是信仰？这就是信仰。老夏说的对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，但有一点我不明白，我们当时已经是党国军人了，你为什么还加入共产党？你这不是背叛对吧？对，要说背叛我也有一份。俊杰，我现在已经把自己当成共产党组织的一员了。